红衣演员不同角色无加一篇。我听谁的话？在法国我一个人，一个人吃饭睡觉，妈妈不管我，我回来找我的 daddy， 我连他再结婚的消息都不知道。我打心底来，我就想跟你做普通朋友，就是吃吃饭聊聊天逛逛街，但是别什么很好。在这个房间有人住了吗？当然有了。我不是，你又想做小宋？我是女生，我在这里可以吗？我看还是让女孩子住吧。耶，垃圾。没事吧？我不想在这里待下去。好，等你睡一觉，我们就不再吵。谢谢。有龙族的威名和尊严，所以我才想弄清楚这件事。